各位朋友们，大家春节快乐啊！除夕快乐！今天呢，对吧？我要蹭一蹭这个足球圈最新的这个热点，就是梅西的这档子事。当然了，就是我之所以现在说，主要是我之前在准备考试，所以说我今天刚刚考完，我呢就先来说。首先呢，对吧？那我的看法呢，就是梅西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分为三点：一呢，不尊重现场球迷；二呢，没有出场比赛；三呢，拒绝颁奖典礼。这几个重点呢，顺序是由重往轻的。在我看来，梅西这次的行为绝对是该骂的，就绝对该骂，就不要说，就是说你这个梅西作为一个球星，就作为一个球星，不尊重，对吧？不尊重现场的球迷，你现场的球迷都是来看他的，然后他对这些球迷丝毫没有任何的负责，不管不顾，置之不理，没有任何跟球迷互动的行为。要知道，这可是一次商业性比赛。你商业比赛，它不同于正式比赛。商业比赛就是用来追星的，大家过来就是为了看你这个球星的。尤其是咱说实话，迈阿密这个球队这商业比赛能卖这么贵，那靠的是谁？不是说我在这边，对吧？贬低其他人，布斯克茨、阿尔巴、苏亚雷斯，不是我贬低他们，而是说这些人真的没法让这个票卖得这么贵，能愿意花这个钱来的球迷都是用来看梅西的，这个毋庸置疑，这个毫无疑问啊。那所以说，那他们结果呢？对吧？梅西没有出场比赛，大家这个钱白花了属于是。那尤其是这不仅仅是花的钱，尤其是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这对于一个普通球迷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开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代价。而梅西呢，丝毫不尊重这些球迷。你不要说，对吧？你不要说没有出场，不要说就是，没有出场比赛，这都其次的。就是说你之后也没有任何互动，仿佛就是这件事完全没有发生啊。然后就把球迷当做空气一样的处理。那么在我看来，对吧？这对于一个球员来说，这就是一个球迷、球星来说，这就是不合格的。因为我就这么说吧，球迷是足球的基础，是一切足球俱乐部的基石，任何俱乐部离不开球迷，任何俱乐部离不开球迷。如果一个俱乐部，对吧？没有外部投资，那就现在的德甲球队，那你说这德甲球队没钱归没钱，那不照样也活得可以吗？而如果一个球队他没有球迷的支持，那无根之草，那就说没就没啊，对吧？说没就没。所以说，球迷是吧？是足球队乃是整个足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正是因为有球迷，才有这些球星现在，对吧？拿着这些钱，对吧？你不然的话，你没有球迷的话，哪来这些赞助商给你赞助？哪来这么多俱乐部？哪来这么多钱？对吧？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那所以说，梅西此行如此，对吧？不尊重现场的球迷，这在我看来很不应该。尤其是这些球迷都是过来支持他的，就冲他这个行为被骂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说，谁要是觉得因为这一点就梅西不该被骂，梅西不尊重现场球迷不该被骂，那我就觉得就这种人，要么是不看球，现在非得过来，对吧？装的自己多高大上，踩别的，对吧？踩别的懂球的球迷一脚的这种货色，那要么就是纯坏，要么就是纯坏，纯心黑，就这种人完全对，完全不值一提。那梅西现在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也不怕回旋镖，咱也不是说以后对吧？梅西怎么弄？梅西那万一声望反转，梅西声望反转也改变不了。这一次他在香港没有尊重现场球迷，这是一个对于球星的原则性问题，这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严重。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出场比赛，就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个人的实话就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这是次要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人把这个节奏往这两个上头带，就是转移重点，真的就是转移我们这个矛盾的重点。当然了，对吧？比如说没有出场比赛，梅西那边声称自己是伤病上不了。但问题就是说，梅西在前一场比赛上场。在后一场比赛还上场，尤其是后一场比赛上场之后表现非常不错，那这就没法说了。你这个伤病理论就没法说理，你就只能说是轮休，没有伤病轮休。那没有伤病轮休，那还是回到第一点，不尊重现场球迷，一分钟都不上，不尊重现场球迷，只还是可以这么说呀，对呀。就你为了对吧？你对于对吧？花这么多钱上座这么多。上座率这么高的香港球迷、中国球迷，选择轮休，选择不上场，这是不尊重，对吧？对不起，他们给你付出的这么多，的这么多钱。还有就是说，梅西现在是控有这个迈阿密的股份的，而且甚至是第二大股东，所以说不要说什么，就这个合同里，就是说这些钱收上来不是给梅西的。这就扯啊，这就胡扯啊！对，现在就是在转移话题。那现在就一堆人给他洗，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就给他洗，说什么没有出场情有可原。但是说到底，就算是梅西说恰好那几天大伤上不了场，对吧？恰好上一场比赛好了，上一场比赛对吧？上去了还能上去踢，下一场比赛上去踢还踢得很好，恰好如此吧？没有上场比赛，但是还是回到第一点。你没上场比赛，你应该多跟球迷互动啊，对吧？签几件球迷球衣啊，跟球迷对吧？开个发布会说说话呀，对吧？这怎么了？对吧？现在哪个大球队的球星在商业赛的时候不这么干的？谁不这么干？对吧？你要么选择不参加商业赛，要么你就商业赛，你就好好的娱乐球迷，为球迷服务。你这个足球本来就是。服务类型行业呀，对呀，你这个球星就体育运动，在我看来，就是你这个体育明星是要给这个球迷进行服务的。你不服务的话，你服务成这样，被批评，乃至被骂，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第三点就是拒绝颁奖仪式，让这个现场的那些。香港高层这个颜面尽损，这个呢，在我看来就，你如果就是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上的话，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我看来，我呢就更愿意从足球领域上分析，因为我觉得就这种事儿没必要上升到政治。你不上升到政治，我觉得反而更能体现出这件事情的这个原则性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所以说我这次呢就不打算把它上升到政治了。因为，我这么说吧，就因为梅西最讽刺的是，梅西来之前的话，C 罗也来了，C 罗也是因伤，比赛取消，最后回去了。那你要，我们都知道，现在 C 罗的这个，对吧，声望，这个口碑，远逊于梅西。除了当时就一度除了 C 罗的死忠以外，没人再追随他。可为什么球迷，对吧，面对 C 罗这种情况没有说不是呢？因为 C 罗他是真的向中国球迷对吧说很遗憾，就是真诚的道歉，说自己没法现场踢，这该不该道歉呢？就是没该不该道歉呢？我觉得该 C 罗做的很对，因为这个球迷确实是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来很多代价来看 C 罗的，哪怕就是说退钱吧，就是退钱是一方面，但是更多像什么时间呀、精力呀这种的，这种损失是不太好弥补，是不能弥补的。所以说 C 罗对吧，主动的道歉，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很有担当，还有一种球星的担当。而反观梅西呢，梅西啥也没说，啥也没做，对球迷没有任何的解释，他但凡跟球迷说几这么几句话，我这么跟你说，就但凡跟球迷说几句话，说几句好话，夸几句，球迷没有任何反应，球迷不会对他有这么大意见。
因为说到底，能花这么多钱来看梅西的，那肯定是梅西的铁粉儿，死忠里的死忠。他们就是梅西，只要对他们稍作善意，他们就不会如此气得跳脚。但是很可惜，梅西什么都没做，那就完了，对，那就完了，那就，对吧？现场球迷，梅西自己球迷被辜负了，还能怪谁？怪梅西呀，对吧？然后呢，接下来是下一点，就是攻击点啊。首先就是事件本身，在这场事件里，我认为损失最大的就是现场球迷，没有人损失比他们大。你哪怕就是说，你可以说什么什么香港，对吧？这次几千万港，几千万甚至上亿港币打了水漂，然后说什么那个香港高层的这个声誉遭到影响，这就是下面这个上升到政治的行为了。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你高层对吧的损失是一码事儿。第一，我们普通民众、普通现场球迷，他们付出的损失可能没他们大，但是对于普通球迷来说，就是最大，是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是最为严重的。所以，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可怕的。这在我看来就是现场球迷他们不应该受到如此的辜负。然后第二点就攻击点，就是我们球迷各路球迷圈的这个反攻倒算了。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个梅西，就是这是最所谓之梅西死忠，不行，这个梅西没卫兵，这、就是对没卫兵的一次反攻倒算。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人，对吧？这长期以来犯德性，而且不要说在这个公海区，就是那个公共话题区犯德性，到各其他球迷圈的圈子里犯德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其他球队的球迷不反噬、不落井下石，那自然是痴心妄想，这就是合情合理的，对吧？最后一点上升政治，上升政治，我说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就是不管我们同不同意、承不承认，它已经被上升到政治了，就是说，那就是考虑跟什么对阿根廷这个国家进行什么进行抵制啊，对吧？进行阿根廷国家队进行抵制啊，对吧？就是想以此，对吧？就转移一些矛盾，但是呢，这个就是确实是这种情况。我本人呢，就是说，我是不太想把它上升到政治的，因为我觉得把它上升到政治呢，无疑呢，就是说你梅西对吧，是心里有什么其他想法，对这件事情看不惯，就是说对梅西有什么想法，对什么什么人看不惯，所以说就，所以说是这个表现。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说。我认为不管梅西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政治立场，如果是那样，那他不应该答应来香港，他就别来香港啊，对吧？他就不要来香港。那，你既然来了香港，有本事你之前也不要来北京啊，对吧？我说的没错吧？你有本事你这个如此的想法，有本事公开说，有本事对吧？有本事公开说。然后你过来的话，你还要给他的这个如此他的这种表现用政治立场进行洗地吗？你来了之后，你就算是政治立场不同，你也绝对不应该对球迷现场的球迷是这种态度。所以说，这就完全这个政治立场。在我看来，就完全不应该跟这个球迷这个对待球迷的态度进行这个挂钩。我认为就是说，你政治立场是，你哪怕你政治立场的怎么样，都不能说明你这个对待球迷态度是合理的。这就是我是认为这是一种洗地的方式，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逐一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到底是为什么梅西现在的言论会反噬？首先，我要说一下，梅西现在言论变成这样的态度，进行180度
进行翻转，其原因并非足球以外势力的推波助，就是推波助澜，而是球迷圈内部对于梅卫兵长期出警，长期就宣扬 Messi number one，长期宣扬梅西价值，长期给其他反对球迷扣诸如 C 罗同路人和 C 罗大外宣的帽子所造成的这么一种反噬，我们已经看他们很不爽了。因为我说实话，就我这个人对吧？我这个人是德国队球迷，然后这个那看拜仁也看了不少，那么我呢，身边说实话也是有梅西的，也是有之前喜欢梅西的人的，但是呢，对吧？就是说那些人不会说是因为我喜欢德国，他喜欢阿根廷，就动不动拿什么梅西这个那个的说事儿。不去骚扰别人，那我觉得，如果说是梅西球迷都跟他们一样，所有的梅西球迷都跟他们一样，不去骚扰别人的话，那么我觉得言论现在情况绝对不会变成这副德行。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在这边开始先说了，首先就是拜仁这次反击梅西的这个大军里面呢，的联军里面呢，对吧？除了皇马，对吧？皇马、马竞这些，这两个球队，我就这两波球迷我就不说了。那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梅西的对手，他们要反梅西，再正常不过。所以说，就他们呢，我们先放下不表。我呢，先说其他的。而反梅西现在声望里头。运动里面冲在最前面就是拜仁球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注意的说，梅西呢，在2010年世界杯，八强赛中，自己手球却诬告穆勒手球，导致穆勒下一轮停赛。当时穆勒呢是德国队，在德国队呢可以说是进球如麻。顶级火力点，结果他上不了，结果第二，结果之后四，之后呢被西班牙击败啊，止步四强，这个呢就是第一点，这个呢说实话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很多球迷，很多很多老的拜仁球迷，很多很多老的德国队球迷肯定都记着呢，而我觉得穆勒呢也记着呢，以他最起码从他。之后历次打梅西球队的表现来看，我觉得穆勒呢也记着呢。毕竟吧，就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不记着？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那就更严重了。就是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导致巴萨和拜仁就基本上之后就再也球迷之间再也别想有什么好的关系了。就是2015年，巴萨淘汰了伤兵满营的拜仁，然后你说淘汰就淘汰了呗，对吧？但是问题是呢，其中呢有个梅西晃过博阿滕进球的这么一个场景，结果啊这个场景啊被拿来反复玩梗，被拿来反复嘲讽博阿滕啊。这种事儿，说实话，放哪个俱乐部看自己这边的功勋中卫、顶级后防线老大哥被这么嘲笑，能忍得住的？谁能忍得住啊？对吧？那我们这拜仁球迷，这件事是真的不能忍。你博阿滕之后被反复被就基本上体育论坛。里边哪里都是这个梗图，到处被嘲笑，那这个可真的就太过火了。所以说之后每次拜仁打这个梅西球队，拼了命的打呀，尤其是他第二次碰，
第二次碰是什么时候？巴尔拉菲那次碰的，那我这个那可能是真爽呀，各位，那是真爽呀！说实话，说我一看那个那副场景，真的就是大仇得报的感觉呀，各位，真的就从此之后就真的是国家队和俱乐部上升到，国家队就是德国和阿根廷，俱乐部拜仁和巴萨，或者说之后就是上升到了这么一种非常，非常激烈的、非常惨烈的这么一种关系。而这个呢，对吧？就完全是梅西球迷自己作的，因为一直以来拜仁在欧洲的主要的对手、主要的这个、主要这个对手都主要其实不是巴萨，拜仁的传统对手是皇马。按理说呢，就敌人的敌人应该是朋友，结果呢，这个梅西球迷这么一操作，对吧？这么一整，得拜仁也跟巴萨结下梁子了，而且之后还是不断的产生，对吧？产生对垒，而且这个对垒中呢，不管是国家队和俱乐部都占据优势，都占据优势。所以说，这为什么拜仁球迷冲在第一线？一呢，我们有底气呀。对吧？你梅西有的，你是什么？对吧？世界杯冠军，我们拜仁俱乐部哪有的是国家队冠军？论国家队，论世界杯冠军，我们拜仁俱乐部这个，说实话有的是，这是真的。有，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之间的这个战绩呢，更是占优。所以说，我们说他们有底气，而且经过这个什么。经过以上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有动机。接下来曼城，那说起来曼城就更好玩了。这次，冲锋陷阵仅次皇马拜仁的就是这个曼城，这就太好玩了。为什么呢？就是曼城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主教练瓜迪奥拉嘛，就是跟梅西呀、巴萨呀这一系非常非常友好的、非常非常友善的，而且应该有很多不少曼城球迷呢，都是当时跟着瓜迪奥拉来看英超的巴萨球迷了。然而呢，这次的这个世界足球先生呢，这次堂堂三冠王哈兰德比不过去了。美职联排名垫底的梅西，这可气的呢，是这次的这个世界足球先生，并不算世界杯。你如果说把世界杯算进去，那好，那可以说什么，对吧？梅西有当选道理。问题是没算，那没算世界杯的话，你梅西近些年的表现是真的比不上哈兰德呀，是真的比不上哈兰德呀。然后你还在这边散德性，还说还天天对吧？还巴萨那个梅西没被赢，还经常出征曼城板块区，四处给这个情况进行洗地。那结果现在好了，造成反噬了。之前梅西这边的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盟友，反水了，反转了，这就搞笑了。接下来巴黎，那巴黎你们看看。这是巴黎本地球迷对梅西的看法，我就不用说了，我就不用说了。这是巴黎本地球迷对梅西的看法，因为你，因为我就直接说吧，你那个，哼，梅卫兵自己当时都说了，要世界杯前要养生踢法，留力世界杯。那就别怪巴黎球迷骂了，那就真的别怪巴黎球迷这么骂了。然后接下来是国米，索图这个斯内德，懂的都懂，10年金球奖，Revamp，右侧，对吧？那场著名的比赛，就是说，咱就说一场，对吧？比赛啊，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欧冠淘汰赛，谁淘汰谁，其实都是，其实都是这个，沙场无眼吧，对吧？各为两军阵前各为其主，但是呢，
你巴萨呢，就各种对吧？巴萨球迷对吧？之前说什么赛前说什么火山灰，赛后呢又搞什么喷水，那这个呢可就别怪国米球迷反感他们了，真的就别怪他们了啊，就。真的就是自己作的福报自己偿还吧，对吧？至于斯内德，我祝他 refund 的成功啊。接下来利物浦这个同样右边这个经典的让三追四翻盘大戏。这个翻盘大戏呢，按理说就是说理论还是那句话，如果梅西球迷没那么跳的话，没那种什么之前领先。上第一回合比赛3-0就已经开香槟了，四处嘲笑人家利物浦，不至于说在翻盘之后被利物浦球迷那么反击，真的不至于。你利物浦对吧？你翻盘米兰，那双方现在有什么矛盾呀？没有啊，那为什么就你招恨呢？那为什么你招恨呢？你自己作的呀，对吧？然后左侧范戴克，对吧？啊，我是真不知，我现在至今你想想都离谱。让三追四，逆转的那一方，没有进球，被逆转的有，牛逼，只能想想，现在想想就牛逼，真的牛逼。接下来切尔西，这切尔西这个呢，黑哨，对吧？黑哨。著名的斯坦福桥惨案，而逆天的呢是那些梅卫兵妄图给这个斯坦福桥惨案洗地，这就逆天了，这太逆天了，给这种惨案洗地，真的就令人发指。我的评价是，就所以说现在被反制，对吧？你切尔西球迷，到底怎么想？我相信他们自己也知道。最后呢，阿森纳呢，同样之前好辛辛苦苦杀进欧冠，辛辛苦苦对吧？就之前在这个对吧欧冠决赛，这个被黑，法布雷加斯呢被拐，当然了，这些都是老话，我觉得呢现在。就是现在经历过那些比赛的这个经历过这些情况的阿森纳球迷呢，最起码在论坛上啊，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右侧这个就啊，这就是又过来挑事儿了，又过来挑事儿了。那说实话，就当时阿森纳对吧，这边其实是不乏有球迷给。俱乐部选择放弃马丁内斯，就不少阿森纳球迷对这件事情持反对意见，不少球迷都希望马丁内斯留下来。结果这个时候，阿森纳球迷不是，关键是马丁内斯自己之后呢离开了阿森纳呢，天天嘲讽，对吧？这个就是这个事儿是少数几个球员自己挑头的，球员自己挑头的。那么。你既然主动开团，那阿森纳球迷就可以参战。但是你说阿森纳球迷跟马丁内斯开撕，然后这个时候呢，对吧？梅西球迷说这都是阿根廷同胞要帮帮场子，结果他们呢也来，尤其是世界杯后，那对阿森纳的这个嘲讽，对吧？那对阿森纳的那些攻击更大，那是更加的那个猛烈。那这个呢？也是目前阿森纳球迷和这个梅卫兵之间的主要冲突，可以说就为了这么点事儿，惹阿森纳球迷这真不把阿森纳球迷当回事儿，所以说现在也就别怪人家反攻了。所以说，总之这个呢，就是我目前搜到的这么几个经典案例，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对吧？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福报了。各位，拜拜啊！春节快乐！